除了为出国风潮，最近全民更是发起了挺凤林农大作战，除了各式的创意料理呢，还能做成保养品哦。屏东赤山社区呢，结合了生技萃取凤梨酵素，推出了凤梨清洁用品、保养用品等等。而在高雄内门区的农会呢，则是推出了龙凤酥，以甘甜的这个龙眼干结合了酸甜的凤梨，绝妙搭配获得了新加坡业者的肯定，接下来要外销到新国去。烤的金黄香酥的外皮搭配饱满的内馅，工作人员忙着包装。甘甜味美的龙眼干和酸甜的凤梨馅融合，甜蜜扎实的口感，巧妙的酸甜比例制成这个龙凤酥。由咱日本果农会啊，甲咱地方吼所生产的迄个金钻吼啊十七号的翁来啦吼。酸甜口感新鲜组合，高雄内门区农会生产的龙凤酥获得新加坡市场青睐，而台湾凤梨还能做成这些？倒出些许，拍一拍，滋养肌肤，或是戳出泡沫往头上一抹，这洗完头不只是清爽，还飘来这阵子大家最熟悉的味道。片的往内边，加清爽。从保养到清洁用品，通通都是萃取凤梨中的酵素产制而成。那我们推出的产品有金钻凤梨的化妆水，还有洗面露啊、沐浴乳、旅行包等等这样子。台湾凤梨品质好，业者更是创意无限，推出各式加工品，多管齐下，行销凤梨。华视新闻小新钟汉、陈信仁，屏东、高雄报道。